Pleasure.威武，打冷尿印，见了本官我又不跪。我跪。罪名，姓字名谁？姓字名，屁。请问下人有何？你知你犯了什么罪吗？为何缉拿我？问你呢，你犯何罪？为何？自己犯了何罪都不知道。这话哪是你说的？我冤呐！是本官的罪。大人，青天大伟，您应该明察，我是被一个叫陆晨的。你招不招？招不招？我，你犯了长时间不敲死罪，你招不招？不招。招不招？不能招我。大刑伺候。按照大清律，常人不靠死罪是要判五马分尸、株连九族、剖坟掘墓、挫骨扬灰。还有呢？你招不招？九族，你招不招？族、母族、兄族、弟族都要株，连你的祖坟都给抛了。你招不招？我不管你招不招了，行不行？大人，我冤呐！我靠！你靠！靠不靠？我靠！行，那就靠死吧，退堂。威武，威。